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一向所说的必须要进行的工农革命实现了。同志们，这个革命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这个革命的意义就是说，现在我们将要有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们将要有自己的政权机关，完全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政权，被压迫的群众自己建立政权，并且从根本上摧毁旧有的国家机构，而建立以苏维埃组织为代表的新的国家管理机构。从今天起，俄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第三次俄国革命，它的结果必然会把俄国引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斯维多洛夫同志，以前我跟你说呀，你就不要再说了。一句话，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这个工作，明天早晨你就坐电车去吧。可是地点呢，不用我再来告诉你，你也知道，就是邮政大街门牌五号邮电管理部。再见吧，邮电部长同志。把抓来的那些总长全都关起来。是。把这个文件送到16号房间去。是。马克辛，嗓子不错呀，斯维德洛夫同志。嗓子不错吧，我正在练低音呢。来吧来吧来吧，咱们这儿坐吧，这个地方很好。你听这个鸽子唱得多好听啊。是啊，就是鸽子太旧了。来吧马克辛，咱俩编个新鸽子，咱们自己编自己唱，我唱低音你唱高音。可是我就是不会编鸽子。不会编，你都会做什么呢？让我打个仗干什么的那还成啊。你光会打仗还成吗？不过我听说你在少帽子城当过会计，对吗马克辛？对呀、啊，还听说在流放的时候，你给大伙管账也是把好手，是有那么回事情啊。那这就对了吗？眼前就有这样的管理财政能手，这我们还要去外找吗？这样说我们办得很对，有你的工作了，马克辛。什么？你听说过国家银行吗？听说过。那好了，你就把那个银行全部都接过来吧，委任你当财政部的部长兼国家银行总经理。我们说就是政委，
你有些不正常吧，斯维德洛夫同志。我想不至于吧。怎么像吗？那你看我哪一点像个银行家呢？哎，马克辛，马克辛，我们没有在专门学校里培养过部长，可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这一次你就去搞一搞银行的工作吧。当然了，这对你来说是有困难，你就得要拿出革命者的精神去克服困难，并且还要不能够着急，耐心的去学习银行业务。没什么能够胜任的，因为你是马克辛。你先不要走开，也许还有事情找你。再见吧，我们的财政部长同志。你等一等，斯维德洛夫同志。不行，马克辛，事情都办完了，你怎么不高兴？斯维德洛夫同志，真伤脑筋，叫我去接国家银行的事情，让我去管钱票子。马克辛呐，这哪行啊，咱们都是大老粗，咱们干那个怎么能不行呢？当兵的要钱干什么？咱们只能够吃苦啊，咱们只能够耐劳啊。可你知道吗，那是谁的钱呢？人民的钱，几百万呢。可你知道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少钱？一百万我咋会知道呢？我就知道如果拿一块钱呢，都能够买动坏人的良心。要是一百万，那你说怎么好呢？没什么，咱们能干得了。先别忙，明天真要使出把力气来，今天赶快找个地方睡觉去吧。走。我就在这儿给你站岗吧。马克辛呐，你去躺下好好的睡吧，我一宿也不睡，我在这儿给你站岗。部长，马克辛啊，马克辛，你这个可怜的脑袋瓜，如果像旧社会那样给你穿上的大礼服，戴上大礼帽，再给你娶个漂亮的英国媳妇，那该成什么样子了呢？不要。Сердце кровью мое обольло, за измену коварного друга пострадать, значит, время пришло. Там, где льется река Амазонка, там не буду тебя вспоминать. Буду петь и смеяться я звонко, буду южных красавиц лобзать. Да, друзья, на корабль трехмачтовый и покину部长。大林同志，快来看看吧，咱们的财政部长已经开始进行工作了。有关国家银行的事情可在明早7点钟找我。您知道法国有一句俗话，
有钱的人睡不着觉。有时候这话也不对。我想明天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不简单。那么咱们就让他多睡一个钟头。那好吧。让他好好的睡一会儿。走吧。我批准，没有反对的吧？进行下一项。阿纳斯塔西亚·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要求我们用法国钱付给她存款的利息。我想没有反对的，支给她吧。还有吗？下一项是外交总长特里申克先生要求付给他200万卢布做招待外国公使和别的招待费用。可以批准，没有反对的吧？我反对。我认为这笔钱外交总长是不能够支的了，因为他已经进了彼得巴夫斯基监狱里了。外交总长不在任的期间，他的一切职权也都由外交部次长涅拉道夫替他担任。对呀、啊、对呀、啊、现在连总长带次长全完了。您是干什么的？我就是工农政府派来的政治委员，这是我的委任。敬爱的先生，我们俄国的国家银行是站在政治圈外的，不参与任何党派间的纠纷和争执，因为假使稍稍遭到意外，发行钞票就失去作用，工厂就要停工，西欧的各国就会要提出来抗议，俄国就要灭亡。我们负着这样重大责任，所以我们的事情不许任何一个人来干涉。把你这张纸拿回去吧。这不是一张纸，这是委任，是工农政府给我的委任。我们不承认任何委任和任何政治委员。你不能干涉国家银行。先生，我请求你离开这里。那算没谈好。好吧，我去和大家谈一谈去。同志们，我是彼得堡的工人和苏埃政权派我到这来的。这就是彼得堡，这是南尔夫郊区、奥赫达和维伯尔区，在这些个地方里就是我们的工厂、宿舍和老百姓们。我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工人们在工厂里干活挣不着钱，他们的老婆挨着冻，孩子们要饿死了。听这个小伙子说的可真像有这么回事像的。可是那些工厂的老板们不给工人们发工钱，把他们的资本都汇到外国银行里去了。士兵们在战壕里挨着冻，可是国家银行呢却把大量的钱支给了那些总长。我们不得不来检查一下了，
那些大财阀们和工厂主的账簿了。我们要和在座的各位挽起袖子来，马上动手工作，好让妇女们不至于冻死，好让小孩子们不至于饿死。我请问，请问你，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你说说吧。哎呀，喂喂，请别忙，请别忙，请别忙啊！财政部长先生，我们向你请教请教，二乘上二是多少？二乘上二是等于四。至于你们问的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我想现在恐怕是你们这一些个有资产的大老板们这一回该向人民还清他们的负债了。好了，我是什么也不会，你们全都会。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请大家来帮助人民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这句话嘛，还有道理。你信谁的话？你听他那套无政府主义。我想说，一切政权都是属于立宪会议的。诸位，诸位，他还称呼咱们叫同志呢。我们不是你的同志。滚，快滚出银行去，滚出银行去，滚出去，滚出去，快滚出去，快滚出银行去。这些打铁的臭工人也想来办银行来了。我们不办了，让他们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干，咱们都走。我们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干，不干了，让他们自己干，我们不干了，我们不干了，不干，让你们自己干，我们不干了，不干，八蛋。叫他先发三个月的薪水，叫他先发三个月的薪水，我们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这简直是胡闹。他们这些人也想办银行，我是一定不干了，这简直是胡闹。他们还想要办银行，走走走，你放开我呀，你放开我呀。你跟资产阶级们客气什么？连手榴弹也不让我扔，你还叫政委？不许你扔手榴弹，你怎么混了吗？我这个是空的呀，我实在忍不住了，浑身直哆嗦，不知道干什么好。你就干这个吧，市委队没来以前，你就先在这站岗。好吧。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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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搞的？交换台吗？那你是谁？你是舰队上的水兵？你不是交换台，你接电话干什么？啊，我明白了。你要是替交换台接电话，那就赶快给我挂26466号。你快点吧，我们现在没功夫试验，你接上就行啊。喂。苏埃吗？那大少，我说赶快给我派一排可靠的赤卫队来，越快越好。还有，你在咱们工人里找一找懂得会会计的人，越多越好，我这用人的地方太多。那大少，你把耳机子捏紧点，我再告诉你，派我当财政部长了，真是拿鸭子上架了。没什么，慢慢的干吧。
老乡们，无政府主义，他就是你们的救星，他会领导着你们走向光明，能走向幸福。你好啊，大嫂子。哈，你们在这等什么呢？哦，守活寡不好受吧？滚开！何必这样愁眉不展的？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就快跟我说一说吧。只要我能办的，我都能给你办到。滚开，贱骨头！够难过了。难过干什么？我不来才难过呢。我来了就好过了。革命为的什么呀？滴溜滴溜滴啦，滴溜滴溜滴啦，滴。哦，你长得够多漂亮啊！哎呀呀呀，这老爷们心可真狠，撇下了漂亮媳妇儿，自己蹲战壕去了。你身体很好吧，大嫂子？你逗他干什么？没看见他跟前有孩子？怕当哑巴卖了你呀？你少说话。啊啊，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长得真好看呢、啊、来给你乖乖，给你块咖啡糖尝尝吧。那这是从头号大资本家那儿没收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叶夫道吉。你娘家名呢？伊万诺夫呢？叶夫道吉伊万诺夫呢？哦，让我自己来介绍一下吧。我是彼得堡城里的台球大王，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的名字叫顿巴，懂吗？你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你自己家里，呵呵呵，还是住在旅馆里呀、啊？啊？在地窖里住。你能告诉我地点吗？那好，我跟你说实话，我这是想帮帮你呀、啊。你在这等什么？引进贴。引进贴？可是不开门。他不开门？你们真是废物，我马上就让他开开。哎，躲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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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你们敲门也是白敲，我们不能发给你们津贴了。现在我们的国家银行都叫布尔什维克霸占了，都抢光了。抢光了？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没有钱了。这种条件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办事了。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是不能干了。经济好的先生饿坏了，得吃饭呢。先生呐，我们怎么过呀？哎哎哎哎，别忙，大嫂子们，我教给你们怎么过吧。你们呐，你们全都倒霉了。大嫂子们，布尔什维克先生们把你们的钱呐全都给骗去了。苏维埃政权这回可真把你们全都给坑苦了。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叫我看呐。你们就别等着叫苏维埃把钱全都给花光了，你们大伙就赶快到苏维埃去吧，到那儿去把钱要回来，把他们的头子给抓来，可别叫他把钱呐全都揣到他们自己的兜里头啊。走啊，到苏维埃去。你们这些个人呐全都太老实了，我求一求老天爷多加保佑保佑你们吧。你们快到苏维埃去啊，大家快来去啊。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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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个问题，是派懂得会计的工人到国家银行去工作的问题。第四十九个，是派丰克斯工厂工人下乡采购原料的问题。第五十个，组织维吾尔区的人民法院的问题。喂，
啊，你很忙吧，芒鑫？我们给你往银行派人。是啊，人事少一点，可是个个都能干呢。我自己去，有日木林，有巴夫连克，再没有人了。跟我吵吵有什么用啊？那好，娜塔莎在这儿，有话你跟他说吧。是啊，办不到，马克西，没人。你好。都忙。我们知道你那儿需要很多人。那好，你来吧，再想办法。还得想办法往银行派人。拉普什，你先看看名单吧。进行下一个问题。娜塔莎同志，来人了。是干什么的？他都干什么来了？这是个老娘们。又说老娘们，告诉你100遍了，不是老娘们，是妇女同志。同志们，请进来坐吧，进来坐呀。椅子太少了，坐在桌子上吧。坐下来参加我们的会吧。都坐下吧。坐下吧。都坐好吧。进行下一个问题。关于粮食分配的问题，请粮食局的政委杜拉耶夫同志发言。他是谁？管粮食的，就是那个发配机票，给面包的。饼干呢？也给饼干，孩子。维保区的男女工人。同志们，拜拜。干什么？要饼干。我没有饼干给你，好孩子。面包也没有。城里的粮还能吃3天，土豆子能吃5天。进不来粮食，在粮食局里，谁知道那帮家伙们都是些干什么的？又不能说他们，弄得乱七八糟，真是难办。这回我们区里分到这些粮，分配标准你们自己定吧。马上把分配标准定出来。好吧。老大姐们，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知道什么？那么谁知道呢？家里的事情不是由你们经管吗？还用说？干活的人得多给。他说得很对。干活的给2两。不干活的给1两。这么说通过了。我可以走了。你急什么，杜拉耶夫同志？既然是开会，就要开完。有问题吗？有。杜拉耶夫同志，你告诉我，粮食问题谁负责呀？是你负责呀，还是娜塔莎同志？是你吧？你等等。不，你等等。为什么？涅夫区有蛋糕，有点心吃。咱们威保尔区就什么也没有呢。说的对呀，对呀，从6点钟就排着领东西，累得都站不住了。粮食哪去了？你们赶快把粮食全都拿出来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都要饿死了。快点拿出来吧，让大家都好好的吃上一顿。那么明天呢？还明天呢，今天就过不去了。大家静一静。你们干什么来了？
查工作吗？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嫌我们干的不好换别人，要是帮我们的忙那就是我们的好同志，要是破坏，破坏谁？都想一想，什么事情一下子都能干好吗？沙皇政权和科伦斯基都给咱们留下什么了？大家挨了饿，这都是沙皇和战争造成的，我们正在想办法呢。可你们呢，来捣乱，来破坏苏埃政权。在这儿登基吗？给金光老乡们，让我们这个大胖小子过去吧。这怎么办？什么事？我们上教堂去了，神父不给我们这个小孩起名字。神父说不能给你们这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念经了，叫他给撵出来了。我们才到这儿来的。那我们能干什么呢？给他起个名字吧。你糊涂了。没有的话，我们在沙皇村那住的时候死过人，我们没找神父，自己挖了坑出了地，也把事情办了。看，玛利亚也是这么想，对吗，玛利亚？你看你说的。那好，既然是好起，就起个吧。挑了好看的本子给他登记上，那么谁来给他当个证人呢？谁？这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热闹啊？这哪行呢，这么大的喜事怎么能不告诉我一声呢啊？什么事情？哦，我的妈呀，大胖小子，你的瓦夏，我的。哦，那好，我来给他当证人，可有条件。我给他当证人，你得往银行里派人。那咱们就认个干儿子吧。我的干儿子可真不少，那就快办事吧。我看给孩子认一个干爹就够了吧。我看这孩子有福，咱们的一些个赤卫队的同志们都应当给这个小孩子来当个干爹，好不好啊，同志们？好，咱们给娃下来道个喜吧啊！还没有干妈的。啊，那好啊好啊，那咱们就认几个干妈吧啊！亲爱的妇女同志们，我们虽然不认识，我就请大家来给他当干妈吧。啊，那好啊，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了？名字嘛，因为我的儿子生在新社会建立的时候，为感激我们党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所以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我代表维伯尔去苏维埃，给两个年轻的父母道喜，希望把他培养成像他们自己那样好的布尔什维克。可惜没有什么见面礼，我们国家暂时还很困难。没什么，能克服的。万岁！万岁！万岁！喂，是啊。什么？巴金宁区燃料库怎么了？着火了。还有哪儿？怎么着火？着火了。怎么着火？奥赫达区燃料库也都着火了。苏埃会议宣布停止，苏埃的委员、市委队员全体通知，大家动员起来，走吧。老天爷见怪了。抓住了，把放火的抓住了。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个工人。是工人，为什么围军官的围脖？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呢！
大婶，那大婶，那大婶，请你原谅我，也不着急一万诺夫纳，我没跟你商量就把客人给领来了，你知道吗？到底他是个什么人？尼克，留神呐，别瞎说。Я не садецкий, я не кадетский, я не тюрелюмый, тюрелюмый, тюрелюмый.那么说，你丈夫在前线上？是的，四年没有信了。没什么，现在都不好过，这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这回你等着吧，杜辛克，等着我们掌了大权的那天呢，就给你找一个丈夫。怎么，你干嘛瞪着眼睛瞧我？你不信吗？我不信，我谁也不信。真是傻瓜。祝你健康，亲爱的杜辛克。喝吧。说吧，杜辛克，哪个政权欺负你了？啊，说不上来了吧。政权可不一样啊，他一上了台啊就好过了。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就连政委都得高攀你啊，他们就全都得来争着爱你了。怎么？我告诉你，这是实话。杜辛克，我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就是按着配给票往外配给女人，谁要是到那儿去啊，把配给票一交，那就让他进去领人。嗯，要是像你这样漂亮的，那马上就有几百人排着队等啊。到那个时候啊，杜辛克，你可别让我排着队等你哦。孩子呢？现在有孩子可不能算你自己的了，孩子就是小鸭子。胡说，你这是糊弄我。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谁糊弄你啊？我那么愿意糊弄你这样的？杜辛克，我若想挨大官的太太，那一抓就来。像你这样的，менял я женщин, дрядрям, дарка перчатки, носил всегда я тюри-тюри-тюри, шапокляк. 咱俩干一杯。我见了你真高兴。哎，我自己太寂寞了。当地人吗？干包袱的人。是从俄国内地来的，我知道那是一个穷地方。那里都快反了。快了快了，没问题，都快反了。为咱们这位亲爱的杜辛克来干一杯吧。祝你健康，杜辛克。真他妈的，有这样的漂亮娘们儿，连口好酒都他妈的喝不着。要是从仓库里弄点，
香槟酒了吗？喝一喝可就没了。真他妈的，老天爷够多不公平！像咱们这样的老实人在这儿喝白酒，香槟酒在那儿都搁坏了。哎呀，杜新科，咱们几个要是能弄来百八十瓶的香槟酒，那咱们就能开一座小铺子，那小日子就阔了。反正那些政委们都会喝酒，哎，真他妈的。罗普森先生，哎，这回两个球碰到一块儿了。哎，你到团里去过，糟透了，罗普森先生。当兵的虽然总是不满意，可是还能够说服他们，就是老百姓难办，现在连见他们都不敢见了。呸！是啊，应该想办法煽动他们一下。呵，真他妈！你到过仓库没有？哪个仓库？啊，装酒的那个，知道知道。警卫多不多？哪有什么警卫啊，根本没有。那么团里知道了，怎么了？哎，亲爱的罗普森先生，罗普森先生，你这真是个妙主意啊，真是高明。你别忙，不需要你自己去，谁去？叫他去吧，叫他去，假装洗衣裳啊！啊，快来吧，杜新克，这回可好了，杜新克，咱们要办一件大事情了。什么事儿？坐下。喝吧，喝吧。叶夫道基啊，我告诉你，我从小就为人民效劳，为我这脑袋政府出过赏，但是买动不了，我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呢，我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像你们这样的人。可是列宁那些书呆子们，他们想统治俄国，想灭亡俄国，欺骗侮辱老百姓。你想饥饿能忍受吗？他们呢，他们快要完了。那就好了。对了，孩子也不归供了。那是布尔什维克造的谣。你说怎么办吧？上哪儿去？也许你说的对，我去，哪儿我都去。你急什么？坐下，等着叫你吧。你是十六号。喝吧，杜新科，来干一杯，为那些个要出头露脸的、想出息的人，来干一杯吧。这真不像话呀，马克西，全区都没烧的了，
咱们这烧得这么热呀，快叫他们别烧这么多了。没烧啊，没烧啊，娜达莎。我哪是娜达莎，我是练娜。学校呢，叶利姆同志，你快写份通知，叫学校生炉子。好，我就去。马克西，不要紧啊，马克西，不要紧。不要紧，娜达莎，不要紧。你安静地睡吧。好，马克西，我睡。我反对你们，我反对你们，小解释，我反对你们这门强迫的行为，我反对你们在三更半夜来敲我的门。小解释，这个事情是你搞的，我自己承认是我，怎么跟他说好话他也不来，所以我就把他给拖来了。真不像话，什么事情也不能替你们做，你们赶快把我送回去，我有家呀。我也有家，我的爱人他病了，请医生给他看看病吧。什么爱人？我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好，让我看看吧。这个医生还不坏，受过伤的人需要很好的营养，要吃鸡，喝点葡萄酒，有纸墨我来开个药方。给你，赶快到药房去买吧。谢谢你吧。这什么？你的出诊费。我不能拿你的钱，这是灭亡恶果所得来的钱。请你放心吧，这不是那个钱。有一伙子人把酒库给抢了。嗯，我们这有多少人？不多。往城里挂电话，赶快派人来。是。我不是马克辛，他出去了。我是姑姑史进的，都很好啊，马克辛，都很好。睡吧，都睡了，你还不睡？睡吧，都很好。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去啊？先给你们钱，好汉子们，老天爷保佑你们。伙计们，动手吧，别害怕，出了什么事儿啊？都有我呢，别害怕，我能够找最好的律师。烧啊，抢啊，让全城的人都不能够平安。伙计们，动手吧，好汉子们，下手吧，快走，抢去。又来一个女政委，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没有法过了。到山谷街把大买卖都抢了吧，那里有的是皮袄啊，咱们现在也应该穿上一件皮袄了，快去抢啊，弟兄们呐，这就是叫闹革命啊，快点来喝酒吧，大家都快点来痛痛快快喝一场吧，快点来喝吧。
你赶快出来！你没有权利拦我，我是外国人，我代表意大利国王，我代表意大利无产阶级，叫你滚出来！大家快抢啊！抢啊！政委，你们看那些政委，那些骗子手，该死的东西们！喂，我艾登全命令你们回去了，不许再抢了，再抢就要就地枪毙了，回去吧。扔下，把酒都扔下。这不行，你不能躲我的。他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打呀！你们打呀！打呀！快点打呀！打呀！开银行的时候有些东西忘交了，比如行里大保险柜的钥匙、金库的钥匙、公文柜的钥匙、秘密文件柜的钥匙，总共36把。如果你没有别的用处，我恳求你把钥匙交出来吧。我根本什么钥匙也没有。那好吧，你写个字条夹去，免得挂念你。您要压去我了吗？不，你就算帮我的忙，在我的办公室里住一宿，到早晨工厂的代表、工人、士兵、职员和伤病军人到这来取钱，我就叫他们到这来找你。银行经理先生，请你不要害怕，说句老实话，我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对呀，这就对了，好好算吧，可得老实点干。怎么样？很好。这些个人没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你现在派两个赤卫队员把经理送回去吧。你把他说服了？嗯，把他说服了。好。贝德龙，睡觉吧。能干得了吗？要这样干上10宿嘛，这点业务就全通了。好久没搞了，老想睡觉。是啊，要是能睡一觉嘛。嗯，
这个床是不错呀。挂26466号，苏维埃吗？我是马克辛，娜达莎好点吗？睡得很好吗？那谢谢你吧，再见吧。睡了，来瞧一瞧银行的票据，在英文书里怎么写的吧。就是输送，也是转移。流放喜欢？什么流放喜欢？这跟我都没关系。这句话当输送讲。哎，马克辛，马克辛，你的外国话要像唱歌那么流利，可就好了。Проскочу, прозвеню, увидим сами, и тебя на лету подхвачу. Проскочу, прозвеню. 是，马克辛。晚安呢，斯大林同志。说错了，不是晚安了，我弄糊涂了，大概该早安了。你问我成绩吗？成绩非常好。成绩是很好，可以说成绩是不坏。我不撒谎，成绩是很好。钥匙交出来了，换自己人掌管了，你也能认识他们是从工厂来的拉普申和巴夫连克。哦，您这回也说成绩不坏了吧？就是这样，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头。仓库抢了，显然是有坏人买动的。可钱哪来的呢？谁给的？一定能搞明白，斯大林同志，一定能。明天见吧。哦，今天见吧。您请吧，律师先生，老天爷会保佑你的，您快点请吧。你千万不要着急，这是被告人的名单。太好了，这是见证人的住址，我们的救星，请您快一点上去吧。你何必这样着急呢？你这事情完全小事一段。我告诉你，出名的大骗子竟我给他一辩护呢，结果宣告无罪，还有杀了5个人的凶手等着我一出头呢，没事了。你这点小事情小意。那我说我们的事情怎么样？没问题啊，有你我当然放心了。您快点请吧，律师先生，请吧。
你们承认自己的罪状吗？我们几个人根本什么罪也没犯，你们为什么这样虐待我们青年人呢？我们要到最高的苏维埃去起诉。你说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来革命啊？简直就是诬告我们工人。小点声，没看见吗？那达莎同志病还没有好呢。肃静，谁想发言？我谈谈吧。我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出庭，我很明白出庭审案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所谓可以凭良心的审判，这种方法到现在还存在于某一些原始的民族里，另外有按法律的审判。让我们先来谈谈良心审判吧。假使这些被告人的的确确是喝了酒去抢了仓库，领头进行抢夺，这里我要说明我绝不是同情被告。抱歉，郭吉卡罗格罗多哈尔哈尔切夫基格里乌沙和七比脸，但平心而论，我了解他们抢了有钱的人，抢了资产阶级，这个本来是合理的吗？难道这个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吗？既然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不许喝酒呢？我看生平的恶果是可以欢乐的，并且这些被告人轻轻坏人煽动，非常明显的他们现在是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品了。先生们要凭良心说，根本就不应该审判他们，要审判就该审判那些几千个人，而不应该是他们这几个人。大家肃静，请不要妨碍律师的辩护。谢谢你。我们再来谈谈法律审判吧。被告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波吉贡、吉卡罗、格罗多、哈尔哈尔切夫基和齐比连和格里固沙，是格里固沙，格里固沙。先说第一点，据说被告是抢了酒库，那好了，可原告在哪儿呢？据我确实知道，仓库属于斯米尔诺夫先生的，原告状子我怎么见不着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正是所谓你们的红色禁卫队员抢了仓库，因为这样所以使斯米尔诺夫先生的财产受了重大的损失吗？于是这儿产生了个问题，法官是谁呢？好了，第一点就说到这儿。第二点，鸣枪当然是犯罪行为，是合刑法第75、76条，但是谁又能证明确实是他们放的枪呢？我这儿有几位见证人，就是以下几位公民。这上写着姓名和住址，他们敢证明在有枪声的期间所有被告人都正在酒库里头而没在街上，充分证明被告没在现场。审判员同志，许可我向律师提个问题。你说吧。你是精通一切法律，无论什么事情你都懂的，可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非常愿意效劳。同志，我可以问一问你吗？可以。他们几个是不是强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提问题。你就说吧，他们几个到底是不是强盗？这哪行，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不应该这样简单谈，应该按法律研究问题。他们几个是不是强盗？他们几个是不是强盗？先生们，我要抗议。他们是不是强盗？先生们，这是在胡闹，不像话。法律的尺度究竟在哪儿呢？你们这是在捣乱法庭。
他们是强盗！是强盗！是强盗！请大家肃静。谁还想发言？我。从前我有个朋友，他有一点近视眼。有一天他去钓鱼，他没有注意到，就把鱼钩甩到草地里去了。就这样钓了一天，他什么也没有钓着。我想刚才这位律师先生他也是把鱼钩甩错了地方了。至于刚才他所辩护的人是不是强盗，在我来看是不成问题的。是强盗，是强盗，是强盗。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一些个坏家伙们凑在一块儿是不是偶然的。你们赶快说出来吧，是谁派给你们？是谁叫你们到那去的？我们不知道，这可实在是冤枉好人呐。谁也没派我们去，我们自己去的。我要抗议你破坏法律规定的诉讼手续，在律师辩护以后，你就不应该直接问被告。我为什么不能问？我也是辩护者，所差的是你为他们，为斯米尔诺夫，为白党军官辩护，而我是为威伯尔去，为彼得堡来辩护，也就是为苏维埃政权来辩护。这话说得对。敌人千方百计地想来破坏我们，他们手里的钱可能就是从我们银行里偷去的。他们拿这些钱收买了土匪和强盗，他们拿这些钱请律师大概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完全是有意识的。我看也是这样。你们看一看这些个坏家伙们，这一些个现行犯，可是他们呢还指望着能够拿钱救了他们呢？这不可能，他们用多少钱也救不了你们了。苏埃的法庭是不会出卖的。在法庭面前，我在人民的面前，那么我再来问问你们，是谁派给你们？是谁给你们的钱？是谁雇的你们？你们说谁是你们背后的促使人？你们以为抓不着吗？抓一着一个也跑不了。说出他们的名字来。不说呀，那就没你们的好。我们绝不能对你们这样的轻易留情。审判他们吧，审判员同志。刚才律师先生说，审理案件或是凭良心，或是按照法律，要依我说也要凭良心审判，要凭革命人民的良心，也要按照法律，要按照我们最高的十月革命的法律，就是也凭良心也按法律。我要求各位审判员们和各位同志，对这些人和促使他们的那些人，要毫不留情的彻底镇压。兹判决包吉高夫等六犯因破坏酒库、煽动群众、持枪抢夺，本人民法庭以革命人民的名义，只决定将包吉高夫、齐比连、斯杰卡洛夫、格勒道夫、哈哈尔切夫斯基、格里乌沙等六犯判处死刑。同意的请举手。现在来审讯酒后参加行抢的协同犯高兹洛瓦。这是道具高兹洛瓦。也是道具高兹洛瓦。
Yes, Doji Gosrova， 你是干什么的？你在哪儿工作啊？她丈夫当兵在前线呢，对吗？指什么生活？指津贴，指津贴，没有不挨饿的。有小孩吗？有。有几个？两个。大的几岁了？八岁。这根本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多大了？护照上写的是29，看样子有40了。还有说受苦老得快。在哪儿住啊？这上面写的是华布里街8号，门牌是32号。是个资产阶级，他自己还有房产呢。那达莎同志，我有意见。你说吧。根据您的指示，我和玛丽亚出去调查小孩子。我曾经到过他那儿，他的家简直像茅房，在地窖里边，屋子潮湿的连墙都往下滴水，窗户也小。坏房子我见过不少，我的家也够呛，可是像他的家我没见过。肃静，现在谈一谈案件的内容。李申克，他抢酒库的时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住的房子也许是很坏，可是他的本性就更坏。老娘们堆里难道还有他这样的吗？这用不着你说老娘们的本性。我说错了，我往下说。这个女公民，她抢酒库的时候比谁抢的都凶，可她抢了吧？抢了。她想往外偷东西了吧？偷了。要光是这点事情也还没有什么，她还呀煽动人拼命的叫别人打我们。你们看看这家伙他多么反动啊！你们说说这是因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随便的往外抢那个酒库做投机买卖。对这样的家伙，要依我看应该加以严厉的惩办，好让别的老娘们、别的妇女们都不敢再胡闹了。完了，你抢酒是不是为了卖呢？是想卖吗？是想卖。想卖多少钱？说不好。8块钱。一瓶吗？哎，这个价嘛还算公道。你知道不知道苏埃政权怎样处理抢东西的人？你知道他们是想要干什么吗？说。说不好，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审问吧，随便吧，枪毙吧，反正活着也是遭罪。你呀，你们这些个人哪能明白我呢？你没有苦处，没有孩子，
快滚一边去吧，再什么话我也不说了，我恨你们。本案的审讯工作到这儿宣布结束，开始宣判。判决书：威保尔区革命人民法庭根据各方面的综合材料详细的调查了被告叶夫道基高斯洛娃的案件后，我们人民法庭以革命人民的名义判决如下：第一，因为叶夫道基高斯洛娃无意识地参加了抢夺行动，因此给予他当众劝告的处分，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二，委托威鲍尔区布尔什维克党委会派宣传员对我们威鲍尔区这里的所有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妇女群众，包括高斯洛娃在内进行解释，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社会意义；第三，我们建议威鲍尔区苏埃政府征收资产阶级的房产，拨给高斯洛娃和他的小孩子，并且还要帮助他们搬进新房子里去。这正符合列宁同志主张。孩子拿去吧。我这块面包给你吧，这点你也拿去，拿着吧，给你给孩子拿着。我这块给你吧，给你拿着吧。盼得太好了，真公道。这也太不尊重法律了，这胡闹真他妈的。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我抢过人家，造过反，
我有罪。我不明白。傻瓜，这是苏维埃政权。这是为什么？你们枪毙我吧！我不明白，脑袋昏了。你们呐，快行行好，别骗我了。我是挨了一辈子骗了。你。怎么说来着？等着大家伙，快一点都说出来呀！说，我抢过人，我也骂过苏维埃政权，可是苏维埃政权没处分我，多曾有过，多曾有过这样事啊！我反对过列宁。可是列宁给我房子，列宁啊！可你们，你和他，你们想要暗杀列宁，你们还拉着我。嘿！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啊，这都是他。他告诉我们，等立宪会议开完了以后，给我们一笔钱。熊货，我们没有罪呀、啊！你快说吧，顿吧，不然我们就都没有命了。你他妈的客气点，别这样对我提名提醒，不乱说。快说吧，你再不痛快说，我们就跟你不客气了。我可跟你们说，你们别这样吓唬我。你们要是再这样，就要引起国际间的纠纷来了。呸！那么说，我们就得挨枪毙了。啊，瞎说一气，还英雄呢，狗熊。这没有什么，失败了，就算这个球碰输了，这没关系。你写吧，我都说出来。你们等着吧，等一月五号，在立宪会议开幕的那天，在那一天呢。写吧，一月五号。哎，老实点。好了，那么说，在一月五号立宪会议开幕的那一天，还怎么的？炮兵和装甲车兵假装的往前线上开，经过达夫里宫的时候，就一下子转过炮头闯进去。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组织政府了，当然了，不要布尔什维克，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挑他们几个比较好的，比如加米涅夫、基诺维耶夫。列宁呢？至于列宁啊，在政治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提议请一位年纪最大的到台上去致立宪会议的开幕词。
民们，我们现在绝不等待我们所不承认的那一些政权代表。我们自己，你这叫干什么呀？赶快下去吧。针对你们这些野蛮行为，打倒强劲。我们工人和我们农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了我来主持现在这个立宪会议。等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再说。我们工人和我们农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也委任了我到大会上来宣读我们这个保护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权利的宣言。我现在来宣布俄国是一个由工人、农民、士兵们组成的苏维埃共和国，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权一律都要归苏维埃领导。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成为各民族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的土地个人私有权一律取消，全部土地和一切森林矿产、一切河流完全都归为国家所有。同样，一切耕畜和农具及其他农业生产性的附属品也都宣布为劳动人民所有的财产，来作为我们从资本主义压迫下将劳动群众彻底解放出来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决定将俄国一切国家银行完全都收归我们工农政府来管理。为了保卫我们劳动阶级自己获得的全部政权，因此我们工农政府现在决定下令实行，要把劳动者们武装起来，完全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起来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工农红军。现在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
希望立宪会议能够关怀人民的利益，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希望这个立宪会议能够来拥护我们这个工农政府的宣言。我们不拥护，我们不拥护，我们不拥护。你们算什么政权？他们把这个立宪会议当做了群众大会，以为出席的都是小市民。给我们这种钱，700块，真他妈讨厌！他们自己拿金子，拿外国的票子，740块，760块，他妈的，真他妈的，在顿河，卡列吉，780块，800块，都完了，鼻子包。和那些阴谋诡计的，820块，840块，800。谁呀？在10年以前，也有个下雪天，我们在普列夫准备暴动。我记得那屋子非常静，真像在教堂里。可这儿……快算了吧！你别再扯淡了，我们都听够了。我们要行动起来。你把我们关在这间房子里足足有3个星期了，见不着太阳，问人，你快说吧。多子，马上。什么？我从达夫利宫来，在那儿决定了一切，那儿就等军队，就等我们，快到时候了，快了。说什么？你这套秘密把戏都听腻了，说点别的吧。好了，走吧。嗯，慢点，别慌。我们在这儿花谁的钱？吃的谁的？喝的谁的？应该去了，去发动军队，夺取大地宫，来个冷不防，都把他们全部消灭，跑不了他们。镇静点，好，走吧，赶快交枪。快，没成功啊，小子们，你们都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要集合到前线去保卫祖国。祖国，高斯洛瓦，是他。公民们，我不是头一次到这讲话了。这些座位
都是些资本家、地主们做着。现在还是这样。你们这手我见过了，不过现在是吓不倒我们了。时代变了，我们在这儿，从前才五个人，而现在有几百人，还有全俄国劳动人民的支持。你们这些人不让我们走向那个新的社会，看着吧，从今以后劳动的人民也不受你们统治了。我们从前走的就不是一条路，这回彻底的分开了。在你们那边的那些人是士官生们，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在我们这边的是士兵们、农民们和工人们。我们绝对不能够跟着那些个违背劳动者意志的人民公敌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在场人员完全退出这个立宪会议。召开的这一次立宪会议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俄国国内战争到现在为止就算结束了。战争所引起的痛苦还不够吗？我们早就够了。用不着使唤刺刀和手枪也能够停止战争，用不着流血，我们大家都伸出手来。站岗的累了，我请你们快点散会吧，趁早各回各家就完了。我再提个建议，大家应该无条件的通过，向盟国呼吁，向整个文明世界呼吁，反对土地法，保卫立宪会议和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的权利。我们累了，我宣布我们现在的立宪大会第一次会议到这儿先散会。至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嘛，是午后五点钟。你们还想下一次开会？哪辈子？开开窗户，换一换这个屋子里的空气。诸位先生们，你们来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呢？他们大家都委托了我。我们呢一向认为在银行工作就是
为人民服务。当初是因为看法不同离开的银行，但是我们的心可没离开银行。政委先生，这个期间你都做了些什么呢？就说利息科吧，从前有100个人，现在20个，又都是外行。外汇科才剩5个会计员，像什么呢？让一些不识字的人搞这些复杂的工作。瞎胡闹，瞎胡闹，瞎胡闹，就是有3000个外行，又能办得了什么呢？我来回答一下吧。我看刚才这位演说家全把事实给歪曲了。当然了，好话你听不进去的。没歪曲事实，完全都歪曲了。据他的说法，工作做的是很不好，还不仅仅是很不好，据他说简直是做得一塌糊涂。我看呢，这位银行家自己连数都不会数。他说是在我们银行的利息科里是有20个人在那干活，可实际只有7个人。外汇科也不是5个人，是1个人，也并不是个会计员，也是个外行。确实像你们所说的，完全都是外行。那能干得了什么？可是我们银行还是照常工作着。要是像你们刚才说的，我用一句国歌里小说《布里坝》的话来问你们吧，怎么样，孩子们，波兰人帮助你们了吗？啊，我一看见你们呢，我就想起国歌里小说里的那些个大骗子手们、头号流氓和那些个海贼了。他在骂我们呢，他在骂人，不能让他，不能让他骂人。那好吧，我们来谈一谈银行里边的事情吧。我这里有几份银行的现款收支表，我念念好吧。这些个单据是银行旧职员舒马希尔的支款收据，这笔款是付给罢工职员预支3个月的工薪。你看，11月份的、12月份的、1月份的，总共4万卢布。这里还有几张是付给马切耶夫斯基、阿尔杜列几个人同样的支款收据。这就是那个贷方。那么我请问你们，这一些个钱都是出在哪一笔账上了呢？这里还有这些个单据是银行的职员安德烈珍，他拿着这些假造的船票支出了5000个卢布。没有的话，没什么，没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这有相当的证据，我这里有18张假造的船票，总共的数目是1100万个卢布，另外还带个小尾巴。对不起，这不是银行术语。你们以为这些钱都是给你们的吗？奖励你们代工的吗？你们想错了。他们利用这些钱收买了破坏者，收买了土匪们，他们又雇了些人想要破坏交通，想要断绝彼得堡的粮食，圈养了白党的军官，他们想要制造武装暴动，他们还要想夺取达斯利宫，并且暗杀列宁，是吧？银行家先生们，你们说吧，你们这笔钱叫我应该怎么样给你们处理吧？那完全是别人，我们并没有抢夺过谁，我们是老实的俄国人。你们，你们还是老实的俄国人？你们现在还敢说俄国这2个字吗？你们哪像俄国人？你们姓舒马希尔、马切耶夫斯基、安德烈珍，你们的姓全是德国的，你们所保护的资本都是法国的，你们这些人还勾结着英国的特务，你们还想在国家银行里执行着日本的制度，这也绝不可能。好了，
就算谈到这儿吧。请问政委先生，要是我们重新愿意回银行来工作，有什么条件呢？没什么条件，只有一个。一块来我们不用，单独来还可以，不过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派这三位同志为委员，卡比春、拉夫神、绍德勒夫。这位同志，绍尔毛夫城请求的建筑费能付吗？不能付，那个建筑我知道，我在那干过，糟透了。政委同志，从巴黎来了一封信，是法国银行经理给您的，他抗议我们禁止使用法国的钞票，怎么回答他？写信回答他们，我们跟他们一刀两断。好的。啊，普基洛夫工厂来的同志，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我们送钱来了，37000卢布，好极了，好极了。等一等，我这有几块糖是拿大厦留给我的，送给你们吧。常来吧。他来了，钱都做完了，我们都做好了。同志们，快拿来，快拿来，放在这儿吧，放在这儿吧。小心点，小心点拿着。这要是有乐队来嘛，给吹吹打打的可不错。好。国家全年度预算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全年度税入税出预算，国家银行制，是哪个打字员打的？宝宝瓦和斯卢卡呀，赏给他俩，每人2斤土豆吧。是。这个字打得真漂亮，真漂亮。国家全年度预算表。哎呀，你们看，你们弄错了吧？把学校的经费你们给弄错了。我们一点也没算错，全都很对。不对不对，学校的没错，就是病院错了。病院的也一点没错。给驻产院的经费是单算的吗？是单算的。给士兵的津贴呢？也是。你放心好了，马上送给列宁同志看都行。别紧张。我不能够不紧张啊，像我这样一个彼得堡的普通炫工，哪能想到有这么一天呢？能看到工人共和国的预算，我不能够不紧张啊。倒不是因为工作不好我才紧张，可是他一定不会好。哪能呢，我们整干了一，可是我想他一定做的不会好，第一次不简单呐。正因为是第一次他才可贵，正因为这个我才紧张。真的兄弟们，我真想唱唱。来吧，快来吧，咱们唱唱，为了庆祝俄罗斯共和国第一年度预算，唱个歌，小点声，可别妨碍工作。Где-то улица, где-то дом, где-то барышня, что я влюблен. Ах, вот эта улица, вот этот дом, ах, вот эта барышня, что я влюблен. 可以吗？啊，那大家你好。你好，打搅你们了。没什么，没什么，我们的工作都做完了，高兴呢。那大婶，你应该给我们派乐队来了。还说呢，嫂子，你知不？我们前还办乐队呢，我们都快要讨饭吃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从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套经济脑瓜？才几天的功夫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现在可倒好，连维保区的钱都不支给了。这事可太不漂亮了啊！太糟糕了。那么我请问你们，从什么时候起这样不重视苏维埃的钱呢？是啊，我们不是那些个外国银行家，我们不多要。要多少？500万。喂，我快挂电话吧，叫他们撤了我吧，这工作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们这里现款统共才有150万卢布。不撒谎？不假吧？不不不，是啊，说错一点能有200万。这回对了吧？我敢向你起誓。不挨臊，你现在的现款不是200万，是1270万卢布。哎呀朋友，哎呀你疯了吧，你疯了吧，我从生下来也没见过这么些钱呢。不错，
你这是有1270.25万，还有4.7毛钱，这都是谁告诉你的？行里的熟人呗。哼，你说说你有什么权利敢到国家银行里来打听这些个事情？你还要看看活期透支计算表？怎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派人下乡买粮食去。我找到一所漂亮教堂，我看大概是有30来房子，我们打算办上一所幼稚园。对呀，你就快给钱吧。对呀。可是我没钱。嘿，一定给。这么说一毛也不拔了。好，我给。你我说要给，我就一定要给。给你们10万卢布啊！算了吧，政委同志。咱们革命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像买卖人这样讲价钱嘛。你还是少说废话吧。那好了，拉布神同志，我再给添点。不行。那好吧，趁着我没变卦的时候，你们拿20万卢布，赶快回去吧。你真财迷，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说，党特委把我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让我听一听这些各种各样的俏皮话，记在我的脑子里。党把我派到这个地方来，不是让我不管事，不是让我随便谁来要多少钱就支给多少钱，是让我精管钱，积存钱，合理的支钱。这是因为英国银行和法国银行他们不借过我们钱，我们自己的钱又很少，实在是太少了。那大婶，那好，给100万吧，不能少了。是，马克辛，谁要跟我说话？斯大林同志，是我，斯大林同志。我明白。好，我就去。好，给你们100万，你们回去吧。事情不大好，德国人进攻了，把船票给我。你写80万吗？再想办法。什么？够了吗？你就这样小看维保尔区吗？你听，他回答你了。这就是维保尔区。马克辛同志，你那管理银行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你又需要重新换一换职业了。我们党又给了你一个新的任务，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祝你成功，马克辛同志。马克辛司令员，好，我们再见吧。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手，可是有几句心里话总是没说。我想要说什么，你也知道，
再见吧。不久我们又会见面了，那大山。再见吧，马克西。政委同志，俘虏都准备好了。走了。苏安会议继续开会。第一个问题是补充参军同志的工作岗位，补充人员的名单，派高斯莫娃到幼稚园工作。同意的举手。关于管理住宅，再见吧，马克西。那大傻，再见吧。再见吧，同志们。